下面给大家介绍虚拟遗憾最小化算法。在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遗憾最小化算法，在遗憾最小化算法之中，我们无法处理状态空间呈海量增长的这种博弈的对决，因此引入了虚拟遗憾最小化的算法。在具体介绍虚拟遗憾最小化算法之前。 我们来做一些符号定义。集合 A 是博弈中所有玩家所能采用的行为集。如在石头剪刀布这一个游戏之中，我们可以采取出石头、出剪刀或出布三种行为。I 是一个信息集，它包含了博弈的规则以及玩家采取的历史行动。在信息集 I 下所能采取的行为的集合，我们把它记为 A。 括号 i，玩家 i 在第 t 轮次采取的行动 a_i，它是属于 a 括号 i_i，反映了其在该轮次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 sigma_i_t，包含玩家 i 在内的所有的玩家在 t 轮次采取的行动构成了一组策略组合，我们把它记为 sigma_t。T 在集合 I 下采取行动 a 所反映的策略，我们把它记为 sigma i 到小写的 a。也就是说，在信息集 I 下面，我们将马上采取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小写的 a。在小写的 t 轮次，所有玩家采取的行动是一条序列，我们把它记为小 h。采取某个策略 sigma 计算。 行动序列 h 出现的概率，我们记为 pi sigma h。每个信息集 i 发生的概率 pi sigma i 就等于所有属于这个信息集所能产生的所有的行动序列，它的概率的累加，即所有能够到达该信息集的行动序列的概率累加。 给定博弈的终结局势小写的 z，它是属于终结局势集合大写的 Z。玩家 i 在游戏结束后的收益即为 u_i(z)，即玩家 i 已经进入了终结局势小写的 z。在策略组合 Sigma 下。 施加博弈行动序列小 h 后，达到最终局势小 z 的概率，我们把它记为 sigma h z 有了这些符号定义之后，我们来看如何计算虚拟遗憾。当采取策略 sigma 后，其所对应的行动序列 h 的虚拟价值，我们可以如下计算。注意这里的行动序列里面。 不包含终止局势 Z，那定义如下：V_i( 括号 sigma_h) 就等于派负 i sigma_h 乘以派 sigma( 括号 h_z) 再乘以 u_i_z。这里的意思是指的是已经产生了一个行动序列 h，我们首先去计算其他玩家。 在产生这一个行动序列 H 中，它们的概率值是多少？乘以在这一个策略之下，从行动序列 H 进入到终止局势 Z 的概率，最终再乘以玩家 i 在终止局势 Z 的概率，然后我们对终止局势做一个便利。 把它的层级进行累加。玩家 i 采取行动 a 所得到的虚拟遗憾值如下定义：r_ha 就等于在策略 sigma 下和信息集 i 的情况之下，即将采取行动 a 所带来的虚拟价值，减去在局势 sigma 情况之下。 已经采取的行动序列 h，它的虚拟价值，行动序列 h 所对应的信息集 i 遗憾值为 r（ 括号大写的 I A），它等于所有属于这一个信息集所能到达的行动序列，它采取行动 a 的虚拟遗憾值的累加。最后，玩家 i。 在大写的 T 轮次采取行动 A 的遗憾值，就等于在大 T 前面所有轮次采取行动 A，它对应的信息集 I 的遗憾值的累加。对于遗憾值为负数的情况，我们不予考虑。所以我们做一个定义，让玩家 I 在信息集。 大写的 I 的情况之下，采取行动 A 的取值一定是一个正数。在 t 加一轮次，玩家 I 选择行动 A 的概率如下进行计算。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计算出来，在前面的大 t 轮次，玩家 I 在信息集 I 的背景之下，采取了 A 这一个行动的。 值的累加，再除以玩家 i 能够采取其他行动的虚拟遗憾值的累加，使得这里变成了一个概率。有了玩家 i 选择行动 a 所计算出来的概率的大小，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遗憾值的大小来选择下一时刻的行为。当然，如果遗憾值为负，我们则随机选择一种行为进行博弈。 只是我们前面已经规定了遗憾值它不为负数，所以说这种随机选择一种行为进行博弈一般不会出现。在给大家介绍完虚拟最小化遗憾值算法的情况之下，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看虚拟遗憾值最小化算法如何用于博弈。这个例子被称为库恩普 K。 库恩扑克是一种最简单的限注扑克的游戏，它有两个玩家进行博弈，牌值只有一、二、三三种情况。每位玩家各持一张手牌，然后根据各自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加注。游戏中没有公共的牌，摊牌阶段比较未弃牌玩家底牌的大小，底牌牌值最大的玩家就为胜者。这里也定义了一些游戏规则。 也就是说，如果玩家 A 过牌，玩家 B 也过牌，那么玩家 A 和玩家 B 就比较牌值大小，牌值大的玩家获得收益一分。如果玩家 A 加注，玩家 B 也加注，那么去比较牌子大的玩家，牌子大的玩家收益加两分。如果玩家 A 过牌，玩家 B 选择加注，那么玩家 A 再过牌，那这时候是玩家 B 他。 收益加一分，那下面也定义了其他的一些游戏规则。我们把库普 K 来构造一个博弈树，这个博弈树是以先手玩家为例所构造出来的博弈树。这里的先手玩家把它定义为玩家 A。我们可以看到，从根节点出发，下面有三个子节点，分别被标注成正方形的。 一二三，1> 1, 2, 3, 这里的一二三指的是玩家 A，也就是说，我们假设玩家 A 他拿到了牌子大小为一的一张纸牌，或者拿到了牌子大小为二的一张纸牌，或者拿到了牌子大小为三的一张纸牌。说只有这三种情况。我们以玩家 A 拿到了牌子大小为一的这张纸牌为例。 来进行讲述，也就是这个博弈数的最左端。如果玩家 A 拿到了纸牌大小为一的这张牌，那么玩家 B 要么拿到了纸牌大小为二，要么拿到了纸牌大小为三的那张纸牌。好，我们先看玩家 A 拿到了纸牌大小为一的那张纸牌，他看了看纸牌之后，他可以做出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就是他过牌及 P，第二个决定他选择加注及大写的 B。如果玩家 A 选择过牌，则进入到 EP 这个节点。EP 这个节点表示进入了玩家 B 要采取决策的这么一个节点。玩家 B 及 EP 这个节点，要么采取过牌。 要么采取加注。如果玩家 B 在 EP 这个节点采取了过牌，那么我们知道玩家 B 他的纸牌的大小要么是二，要么是三，总是比玩家一要大，因此玩家 A 只能收到负一这样的收益。如果玩家 B 在 EP 这个节点上面选择了加注，则我们进入了 EPB。 这一个节点 EPB 这个节点是玩家 A 准备采取策略的这个节点。那在 EPB 这个节点里面，玩家 A 要么采取过牌，要么采取加注。我们又知道，在 EPB 这个节点的情况之下，玩家 B 他的纸牌要么是二，要么是三。所以无论玩家 A 在 EPB 这个节点采取过牌还是加注。 他总会得到一个负分。如果采取了过牌，玩家 A 的收益是负一；1, 如果采取加注，按照规则，玩家 B 的收益是负二。其他的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博弈数。按照每个节点来进行判断，他所选择过牌还是加注这样的策略，然后到达了他的这一个叶子节点，通过叶子节点来判断。 玩家 A 的收益，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正方形是玩家 A 所在的节点，三角形是玩家 B 所在的节点，菱形就是我们的叶子节点，是我们的结局。然后我们有两种策略，即 P 就是过牌，B 就是加注，然后小写的。 i 和冒号 j 表示玩家一和玩家二所对应的手牌的大小。在这一个博弈树里面，我们会看到它总共的信息集有十二个，分别是一、e, 一 p 一 b 一 b p 点点点点。每一个信息集其实就是博弈树里面除掉根节点之外的。 所有的非叶子节点，每个信息集都可以有不同的路径到达。如十二个信息集里面有一个信息集叫 EPB，它对应了我们的这一个博弈树里面的一个非叶子节点。那么 EPB 是如何到达的呢？首先，一、e、这个节点表示玩家 A 拿到了大小为一的纸牌，然后玩家 A。 采取了一个过牌的一个策略，于是进入到了 EP 这个节点。EP 这个节点是玩家 B 准备采取策略的节点。玩家 B 采取了加注这么一个行动，于是进入了 EPB 这么一个信息集。所以从根节点出发，到达信息集 EPB 这一个节点，它所对应的行动序列。 就是 P 和 B 及玩家 A 采取的过牌的行动和玩家 B 采取的加注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之中，到达每个信息集的路径均是唯一的，因此所有的信息集当前仅当对应一个行动序列。有了这一个如上的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采取如下的算法进行策略的选择。 首先，初始化遗憾值和累加策略表为零，然后采取随机的方法来选择和决定策略。一旦决定了某个策略之后，利用当前策略与对手进行博弈，然后计算每个玩家采取每次行动后的遗憾值。根据博弈的结果，计算每个行动的累加遗憾值的大小，来更新策略，然后重复计算博弈若干次。 最终根据重复博弈的最终策略完成最终的动作选择。我们以信息集 EPB 为例，来计算在信息集 EPB 这一个节点上，玩家 A 采取过牌及 P 这一个行为所产生的遗憾值。假设初始情况之下，两个玩家都以随机选择的策略进行决策。 即在任意一个节点，两个玩家都以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分别选择过牌 p 或加注 b 这两种行为。如果第一轮中玩家 A 的博弈过程为一选择过牌到 e p，再选择加注到 e p b，再选择加注到 z r。 则到达 z2 的收益为 uA 括号 z2 等于负二。我们来计算玩家 A 针对信息集 EPB 选择过牌这个行动的遗憾值。因为在第一轮中，玩家在 EPB 这一个信息集上采取了加注这么一个行动，得到的收益是负二。那么我们想看看。 在 EPB 这一个信息集，他采取另外一个行动，即过牌这个行动，它的悔恨值有多大？好，为了计算玩家 A 在信息集 EPB 采取过牌而不是采取加注而产生的遗憾值，那么我们如下进行计算：在当前策略下，行动序列 H 它包含。 P 和 B 两个行动，即通过 P 到达 EP，再通过 B 到达 EPB。所以信息集 EPB 所对应的行动序列 H 就只包含了两个行为，分别是玩家 A 采取的过牌行为和玩家 B 采取的加注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序列 H 产生的概率就等于一乘零点五等于零点五。 由于在 EPB 节点选择加注和过牌的概率均为百分之五十，所以当前策略下，从行动序列 H 到达终结状态 Z 一或 Z 二的概率分别为零点五和零点五。我们又已知玩家 A 在 Z 一的收益是负一，1, 在 Z 二的收益是负二，2, 所以可知。 当前策略的虚拟价值等于负的零点七五，负的零点七五是计算从 EPB 这一个节点有两种方式到达它的叶子节点，即要么到达 Z 一这个叶子节点，要么到达 Z 二这个叶子节点。所以把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到达叶子节点的虚拟价值进行累加。 就构成了在当前策略下，玩家 A 基于行动序列 Pb 所产生的虚拟价值，它是负的0.75。如果使用过牌这一个策略，即在信息集 Epb 我们选择了过牌这一个策略，而不是加注这个策略，那么玩家 B 促使行动序列 Pb。 达成的概率仍然是零点五，因为最终采取了过牌这一个行动，到达的终结状态只有 z 一，所以说 pi sigma 括号 h z 一就等于一，则最终选择过牌的虚拟价值等于负的零点五。那么计算出来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在信息集 E P B 上。 采取过牌这一个行动，而不是采取加注这个行动，它的遗憾值是零点二五。上面我们给出了在博弈树里面，EPB 这一个信息集所对应的采取另外一个行动所带来的悔恨值。那么，基于上述表示的算法。 我们知道，在整个博弈数里面有十二个信息集，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迭代计算，得到到达各个信息集应该采取行动的概率。如在1 PB 这一个信息集下，采取加注的概率为零，采取过牌的概率为一。在二 PB 这个信息集，采取加注的概率是零点四六，采取。 过牌的概率是零点五四。很显然，某一个行动的概率越大，则在当前这一个信息集下，算法倾向于去采取那个概率大的行动作为它的博弈的一个基本判断。对玩家 A 而言，库恩普 K 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理论解在下表给出。在下表中，阿尔法属于零到。 三分之一的一个值，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算法得到的结果和通过理论解得到的结果，两者之间较为接近，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博弈策略求解是博弈论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博弈规则的设计，也就是说，假设博弈的参与者都是足够理性的。 如何设计一个博弈规则能够确保公正性，或者达到设计者的最大利益？那么它有非常多的应用领域，如拍卖、供需匹配或选举。在规则设计里面有不同的算法，比方说有 GS 算法。GS 算法是指的是，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碰到与资源匹配相关的决策问题，因此需要双向选择。 把这样的情况称为双边匹配问题。在双边匹配问题中，需要双方互相满足对方的需求才会达成匹配。匹配的稳定是指没有任何人能从偏离稳定的这个状态中获益。如果将匹配问题看作是一种合作博弈的话，那么稳定状态解就是纳什均衡解。一九六二年，美国数学家提出了针对双边稳定匹配问题的解决方法。 并将其用于稳定的婚姻问题的求解。稳定婚姻匹配问题是指在给定成员偏好的情况之下，为两组成员寻找稳定匹配。因为这种匹配并不是简单的价高者得，所以匹配解法应该考虑双方的意愿。稳定婚姻问题的稳定解是指不存在未达成匹配的两个人都更倾向于选择对方胜过自己当前的匹配对象。 这里给出了 GS 算法应用于稳定婚姻问题求解的算法，它也是一个迭代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迭代过程里面，我们发现男生使用贪心策略告白，女生则具有选择权。一旦出现不稳定的匹配，则替换当前的匹配。同时也有最大交易圈的算法，在这种算法里面，这是一种交换不可分的标的物的匹配问题。 被称为单边匹配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最大交易圈算法及 TTC 的方法。算法的过程如下：首先，每个交易者连接一条指向他最喜欢的标的物的边，并从每一个标的物连接到其占有者或者是具有最高优先权的交易者。此时，一定会形成一个有向图，并且必存在交易圈。 对于交易圈中的交易者，将每个人指向的节点所代表的标的物赋予这一个人，同时交易者放弃原先占有的标的物，占有者和匹配成功的标的物离开匹配市场，就是从剩余的交易者和标的物之间重复进行交易圈的匹配，直到无法形成交易圈，算法停止。我们给一个室友匹配的问题，假设某寝室有 A、B、C 四位同学和一二三四个床位。 当前给 A、B、C 四位同学随机分配了四、三、二、一四个床位，并且已经知道四位同学对床位的偏好如下：即同学 A 最喜欢床位一，对床位二次之，对床位三再次之，最不喜欢床位三。我们依照刚才讲过的 TTC 算法，可以得到如下的匹配图。在这个匹配图里面，会发现。 A 和 D 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易圈，可达成交易，所以 A 得到床位一，D 得到床位四，并且把 A 和 D 以及床位一和四从匹配图中移除。移除之后，我们又得到新的匹配图，可以看到 B 和 C 都希望得到床位二，无法再构成交易圈。但是由于 C 是床位的本身拥有者，因为已经把床位二分给了同学 C。 所以，同学 C 仍然得到床位二，B 只能得到床位三。最终，通过 TTC 算法得到的交易结果是：A 选择了床位一，B 选择了床位三，C 被分配了床位二，以及 D 被分配了床位四。